Plus，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应该是停车吧？对，快一带位。海东尼啊，我在忙呢、啊。最帅气的小狮，掌声鼓励！夸大声啊，夸大声！啊，那个，首先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一次的中秋晚会活动。然后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中间其实已经中断了三年。好，那所以这一次呢，把三年的份一次把它办回来。好，那在这边给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分享一下，你们去吃餐厅的时候会不会去看 Google 的评分啊？哎，我最近去一家餐厅，我查他的 Google 评分是 2.1 颗星，哎，爆烂。但是我就进去看他的那个评价，哎，居然有人给5颗星，哎，他5颗星写说，哇，干这么难听，不可以只有我吃到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心态吗？就是你们家长辈的心态。他结过婚，有过小孩，自己日子过得不大爽，但是也见不得你好，所以他就动不动就说，哎，结个婚吧。生个孩子吧，一个不够会寂寞，再生一个吧。他心里在想什么？你他妈你在出国啊，再去意大利啊，再吃米其林啊，对不对？他们心里都在想这个东西啊。买房子我没有什么好建议的啦，就是都可以买，但是买车子唯一指明小狮汽车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时间会请到我们这个媒体部的同仁啊，跟我一起来完成接下来的节目，他们非常认真。让我们欢迎我们媒体部的同仁上台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会进行一个即兴的活动，大喜力呢，就是我这里会出一个题目，他们用他们的创造力、即兴反应，还有就是联想力，给出一个有趣的答案。答案不一定会合理，但是要有趣，可以吗？我们来进行我们的第一题大喜力啊！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喜力的第一题：2030年新车的标准配备一定有。好，一瓶，好，一瓶，来一瓶，请往前，请拿起你的麦克风。好，2030年新车标准配备一定会有。
自动副驾降噪系统。副驾降噪系统？为什么？副驾太讲话的时候。其实副驾太吵，所以有自动降噪的系统把它关掉。没错。阿呆，来，请往前。哇，这第五杠等哎，这第。2030年新车标准配备一定会有智商测试器。智商？为什么？就是你要先有智商才可以开车，如果你智商不够，就不能用方向灯、大灯之类的雾灯。哦，如果说你的智商不够，你没有办法启动方向灯、大灯、远光灯、雾灯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台湾都没有人在开灯？哦，那就直接让他们没有办法发动车子就好了。哦，对对对，而且现在已经是标配了，已经标配了。哦，芒果又有答案，来，芒果请往前。2030年新车的标准配备一定有棒球发射器。棒球？对，你跟我说为什么？然后我们现在你跟我说，你按我喇叭，叭叭，你要巴萨啊，你要巴棒球发射器。是这样哎，球吧，对，直觉反应，球过来就轰就对了，对，一定要给他找事做。再来，我们来到第二题，大喜利的第二题。好，小狮汽车即将要推出的周边商品是什么？好，一瓶，来，小狮汽车即将推出的周边商品是小狮汽车周边的草。很烂的梗哎。好，芒果，请往前。小狮汽车即将要推出新的周边商品是，老板，狮井纯水。狮井纯水是什么烂东西啊？太烂了！请问一下，哪里水这么多可以出厂啊？哪里的水？不好说，不好说，商业机密。老板可以考虑一下狮井纯水。来，苦瓜，请往前。小狮汽车即将推出的最新周边商品是泰山菊花茶。泰山的菊花茶，你有问过他吗？很吵，拜托。然后用狮井纯水泡。哦，狮井纯水泡那个。等一下，我记得你们跟我说过，你们老板最讨厌谐音梗，就你们一整趴都在玩谐音梗。没办法，受不了。我受不了，泰山菊花茶，我刚才提到就是第一趴是这个大喜利，再来会有一个即兴。即兴呢，各位就是来宾在入场之前有写了一些三个字的动作，待会呢这个三个字的动作就会变成他们答题的关键 ，OK 吗？哦，他们要发挥即兴，根据这个纸条来做出他的回应。芒果啊，芒果哦。芒果，你感觉酷酷的呢？哎，对。我问你哦，你除了私底下8点过后会学猫叫以外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在公开场合做一些很帅的举动？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做一件事情。做一件事情，三百机会来，300多个人，难得300多个人，300壮士。对，我就要做这件事情。好，来哦。不做的话，我会后悔。我要跳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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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舞。1, 2, 1, 2, 3, 2，快唱错调，错调，快唱错调。哎呦，唱错调，错调，哎呦。我跟老板娘讲什么话，他会很高兴。你怎么夸赞老板娘？老板娘会觉得哇，好棒啊，开心。好险，老板娘不在。我如果要让他开心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他说：“你超级黑，超级黑。”没有，本尊来，请你看着他的双眼，乌溜溜的黑眼珠，哦，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差不多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即兴的互动节目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有一个加码的大喜利。如果你觉得他们的答案你喜欢的，待会可以挑出一个你最喜欢的答案，然后加码给他红包。可以哦。好，注意听哦，题目要来咯。我说了一句话，让小狮老板笑翻了。我说了一句话，哦，一瓶有答案，来，请往前。不好笑，你会被打哦。来，我说了一句话，让小狮老板笑翻了。老板，帮你接到执法业配了。
烂透了。我本来哪里头发少，哪里你加强一下，哪里我头发有少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好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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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，有想法的请举手，哎，全部都举手是不是？全部举手，来，让我们等一下哦。我说了一句话，让小吃老板笑翻了。这句话是，请亮牌。生日快乐！Hogan Best is what suits you.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 DPNG9 型男二哥健身器。耶、yeah, ！我跟你说，他是法兰，抽奖每次抽到他。哎、欸，你上次买车到现在多久了？啊，就九年前，7月26号交。九年前的，那、啊、你参加过几次？只有一次我出国没参加，好像几乎每次都有参加过。这第三次了，好像办过四次了嘛。啊，中间又疫情的关系都没有办，三年没办。啊，你觉得这次办的怎样？很爽啊，很爽、啊。其实每一年往年办的都还不错。我觉得就是能够跟那个老朋友聚一聚很好。对啊，其实就是大家可以聊天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就在这边跟找朋友。对啊，好，下一次我们就办在展览馆。哦，下次我们办展览馆都不用移车了，大家都轻松了。直接停，直接停，访问一下好了。好，应该是第一次参加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一次参加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都疫情。对啊，他已经跟我买两台车了。啊，你觉得这次参加有什么对要改进的地方啊？就是说你觉得嘞？要改没有改变没有改变的地方，就觉得好好玩，然后又好吃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参加一次没有办法比较。对，因为没有办法比较，往后来参加更多次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好，希望你当然这一台车希望开久一点啦、但是一直换车找我也是 OK 啦。可以可以可以。那、啊、你觉得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还是怎样？觉得这跟尾牙厂很像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就少了一点，可能那个表演。特别有表演，好，對對對，我等一下会请小师特别喜欢的表演，欸、不是、哦，等一下我会请小师把大家的老婆聚集上面去，上面表演才艺，好，这样应该不错吧？可以，一定有带来，你可以想说啊，如果没有带来，请他先走，好，可以，一些特殊的才艺，比如跳舞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，反问一下，嗯，哎，下面是谁？这是也、算老客，你参加几次了？已经几次，应该三四次了吧？哎、欸，这个是元老级哎，他以为他两台车了，从一开始买一台车单身，到现在已经结婚了。对，你看，所以车子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车子的我下面就鸡尾跑，嗯，鸡就是有车就有马子就可以打炮，就可以结婚生子哦，是这样。对啊，那、你觉得这往年这几次，这次办的怎样？这一次最多人啊，对，吓死我了，吓死！我以为今天是小师要那个哎、欸，小师来结婚。这一次我们是动用很多人次把这个车都移出去。对啊，对，万一空间没有空，第一次看过这样子、欸。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才这样而已。对啊，再来就没有了。没错。好啊，感谢我们参加，谢谢。现在来访问一下。今天来参加我们活动的人有什么感想？因为这次应该是有史以来办过最大的，忘记者，你们一直跟着我。我刚刚已经看到想要访问的人了，那就是会员的，因为我们有分桌，有分会员或是买车的客户或者是厂商。那我们来问看看会员频道的 ，Hello， 给你。哎，是抽到的吗？对，我是抽到的深度会员。对，是深度会员。他每个老板的，来自己讲，你自己讲。我是雅芬芬的，自己讲都觉得很安全。你要打码吗？你要打码吗？不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可以拍瘦一点吗？可以。拍瘦。拍瘦一点的秘诀就是站中间一点。好。哎、啊，你刚好抽到奖吗？还没，我在等 PS5。你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从台中来。哦，很远哎，超远的。我看到你现在动态，你还特地来这里订房间。对，因为我怕晚上太晚，然后会回不去，我就直接订房间了、哦。是真的有一点晚了，现在已经快十点了，还在唱歌。然后已经可以看到你们很开心。哦，真的。那你觉得你这次参加起来的体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棒，都很棒。哦，很棒。对，就
就觉得很辛苦，工作人员也辛苦大家，特别辛苦泰山，泰山都没有吃东西。泰山有吃东西吗？没有，但是没有，我以为你要回答有哎。好，那谢谢，谢谢你来参加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会员还是有买车的客人？有买车的客人。有买车的客人哦，之前有参加吗？没有参加。之前没有参加。啊，刚刚有抽到奖吗？有啊，有抽到。有抽到，抽到什么？乐高积木。哦，好吧，那好。对，没有。你有小孩子？有。今天你们这样参加下来，你们觉得还不错吗？非常好。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那种电子，不是电子化，叫舞台车啦？应该很久没看到了吧？祝小师生日快乐，长生贵子。是啊，好荣幸哦！看到这台车怎么长起来？艺术家，对，艺术品，艺术。有没有觉得自己想贴一下？跟媒体部一起表演，那你觉得刚刚媒体部的表现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很好。你觉得很好吗？虽然还是有一点小肚子。有啦，就是大家还蛮进入状况。其实在第一次上课的尾声，你们就已经很进入状况。哦，因为我们两次上课啦。对，我们两次上课，因为泰山都没有来。泰山都没有来。他一直用拍片的名义来逃避这个事实。哇，没有逃避吗？我们本来不给他做任何的。对。他硬要打。对，然后我们上台之后，泰山有参加，只是他都没有练习到哎。这里面最快进入状况应该是怡萍吧，因为他是不是平常就疯疯癫癫？对。可是我觉得你的速度也很快。我的速度很快吗？快，你的速度也很快，就是你前第一堂课就让我觉得很 shock， 哇，这个女生好厉害哦，居然其他男生还厉害，居然被爱农认可。那所以你觉得我跟陈怡萍蛮有潜力的？你们蛮有潜力。如果芒果哦，芒果挑一个。挖角，挖一个人吗？我觉得陈怡萍吧，会是苦瓜哎、欸，缺女生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我觉得你的可塑性比较强。哦，可塑性啊，陈怡萍的梗都是谐音梗，欸、对，他姓陈，都谐音梗。哦 ，OK， 那谢谢爱豆，拜拜。我以为 PS 五十五 ，PS 怪是我，拜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现在来问老板娘，中秋活动的话，我刚好听到最一开始是去那个皇后镇。哦，对啊，很久很久之前。那个时候三十几个人，然后到现在变成300多个人。哦，那时候三十几个人的时候啊，我还很北吧，然后我还自己准备料，然后我还自己在那边串那个甜不辣什么之类的，对，然后我就整个疯了。现在300个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，现在直接请外汇啦。对啊，直接请外汇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，哎，中间的时候不是有请人来烤肉吗？哦，对，那个时候，对，那个时候你有来了吗？没有很多人吧，好像几十个而已嘛，我有点忘了，应该有5-60个有啦。对对，然后就是烤肉，然后后来就疫情了，疫情之后就没有办，然后现在就办了一个很大的。对，然后现在就是300人，我觉得300人应该是极限了吧，该不会明年就变1000人了吧？好可怕啊！柯P说明年如果要办大一点，可以去租南港展览馆。什么东西啊？开演唱会、啊？对啊，这样子的话就要请蔡依林来唱了吧？不是老板上去唱啊，差一点贵。对啊，好吧，那就请老板来唱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被干扰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。那今天这一场活动这样子，老板娘有什么感觉或感想？我觉得东西很好吃。哦，你刚刚有吃吗？我跟你讲很感触的，没有，很感动之类的。没有，我觉得东西很好吃哎。哦，就是那个虾子折板条。对啊，就很好吃，而且它的佛跳墙的芋头啊，真的有入味。觉得这一桌的那个豆腐丝的半桌还不错，这是老板娘找的吗？对，这我找的，因为台北。
北其实蛮难找得到半桌的，对。那就看如果有人也有去这个版的需求的话，对，再找豆腐吃。对，我觉得大家都辛苦了啦。OK， 那就谢谢老板娘啦。拜拜啦，拜拜。拜。现在的话是已经是晚上的快11点了，你觉得今天的活动感觉怎么样呢？还不错、啊、还不错，到最后人都走光了，自然的就走光，不用散场，不用泰山上还上曲终人散，就曲终人散了，自然而然 PS5 抽完之后自然而然就曲终人散，那马上就走了。对，那要不要看一下这边写什么？妈的，每年都要搞这种有的没的，大家同欢啊，举办的活动很感动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希望以后有机会每年都举办，好，然后这个希望拍的影片分7期49集给大家看，要不然花那么多钱只用一集太可惜了。哦，这就可以剪很多集。对对对，剪7期49集啊，好不好？要不然那个钱弄不回来，怎么弄都弄不回来。你知道今天抽了几项奖品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一直抽一直抽。今天抽了90个。我抽到都烧瞎了，90个哎、欸，总共来也才300个，有90个奖品，1/3的机会都可以中奖，还有人拿2个，所以没抽到，你看多衰。这次中秋节光礼物就16万，16万多吗？好，中秋大家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，花钱消灾啊。买赎罪券啊，赎罪券，赎罪券，拜拜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好累哦，中烧香啊，太累了。总共花了，总共就是花了，我觉得60-70万应该跑不掉。对，全部的东西，为了那些兔崽子在那边爽，你看。啊，而且下面还有人呢，在那边上。不知道在爽什么，爽松美腿，你看，好了好了，别拍了。Hold on。Best is what suits you. Yes,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 ，DPNG9， 型男二哥健身器。